来了，兄弟们哈，看我发现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孙悟空的金箍棒哈，上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海妞子，看得我心里好不爽啊，全部把它撸爆啊！哈哈哈，这只是大海中的一根绳子啊，也不好意思要双击了，直。Hello，朋友们，这个小东西不管从外观还是形状来看都是特别可爱的，嘿嘿，我真的不想把它放生了，啊，愿放生以后能给咱老铁带来一份好运，你觉得可爱吗？觉得可爱的话，帮忙点个赞，喜欢的加个关注吧，嘿嘿，感谢。排水口又开始排水了，兄弟们啊，咱就在等着就行了啊，我就不信了，今天有没有八爪鱼、鲍鱼、海参、多宝鱼的，咱就等着看看啊。如果就是喜欢大海的，记得关注我啊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麻烦给小弟留个双击，咱就在这等着，我就不信他这一会儿能出来啥，我就干一下。好，欢迎来到自埋自挖，我是主持人闲的那个啥藤啊，最近啊实在没有做品拍了，就把我爸呀收藏的蜂窝白玉珊瑚给拿来挖一下。有的小哥哥觉得我特别诚实啊，反手就是一个双击小红心呀。有的小姐姐啊觉得这个珊瑚呀特别漂亮，喜欢漂亮的海螺贝壳呀，隔着108000里啊向我抛了一个媚眼。到海边排水口的时候一定要拿个楼耙捞一捞，看看有没有收获啊。如果有收获的话，老铁一定要给个双击。现在的小哥哥小姐姐，如果你也喜欢看大海，喜欢看赶海直播的话，记得加个关注。